羽毛球、马来西亚的骄傲和欢乐。几十年来，我们一直以传奇球员霸占球场，将马来西亚打造成世界冠军。由汤姆斯杯胜利到奥运光辉，马来西亚已经证明了自己是羽毛球的强国。李宗伟和西迪兄弟这些名字已经成为羽毛球优秀的代名词。而在怡宝这里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羽毛球英雄谢顺吉和古建杰，他们曾经赢得过很多个光辉和启发新一代的人。虽然羽毛球是世界级的运动，但是它适合你和你的家人。想象下学习新技能的刺激，健身和在球场上玩得开心。无论你是六岁定六十岁，羽毛球可以令人聚集在一起。这个是非常适合你的小朋友的运动。羽毛球是一项快速的运动，很有趣，亦可以建立自信、協調和團隊合作精神。我們提供羽毛球班來學習、健身，以及最重要的是玩得開心。